造标尊品牌。河北和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驾广袤之势，乘富饶之风，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书写了这样一段精彩悠长辽远。公司创建于1990年，30年，河北和盛的脚步就在这片土地上从咿呀走向铿锵。经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革，公司规模不断扩大，现坐落于河北省清县盘古镇，东临大港石化天津乙烯公司，南毗华北化工城沧州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。河北和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拥有现代化的办公环境、先进的生产设备以及一批高素质科研技术人员、高级管理人才，年产值2亿元，现注册资本4000万元，是一家集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、服务于一体的专业生产集装袋的民营企业。风雨兼程，成就了和盛人。河北和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人才荟萃，公司技术人员不断刻苦攻坚，围绕日益变化的市场大胆创新，先后推出码头超大吨袋、八耳朵加固进料口吨袋、导电集装袋等新产品，并取得多项专利证书。目前规模已经实现拥有4套大型拉丝机组、缝纫机近1000台、15台石梭、25台大巴梭、80台织带机、6台裁布机、3台印刷机、4台包装机，月产2000吨以上、年产量500余万条的生产能力。一直以来，河北和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遵循诚信、共好、合作双赢的发展理念，坚持以质量、信誉第一的经营宗旨，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流的产品和服务，与客户共享资讯和资源，共创双赢，全力为客户创造更高的价值，实现了化工袋、淀粉袋、液体袋、铝箔集装袋、导电集装袋、防静电集装袋以及食品级和医药级集装袋的供应需求，产品种类齐全，规格多样，能满足大订单的交货期，稳定的供应保证了客户的使用时间。公司已是国内多家500强企业的合格供应商，是3A级信用企业。多年来，标尊牌集装袋行销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英美法、东南亚等国，以质优价廉、防漏耐用、快速发货深受用户好评。河北和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一贯坚持以科技为基础、市场为导向、服务为手段、效益为中心的企业方针，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懂技术、会管理、善经营的复合型企业管理人才。目前我公司已是国家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，科技力量日益强大。我们坚信科技创造未来，我公司愿以一流的管理、一流的产品、一流的服务，争创一流的形象、一流的品牌和一流的信誉，竭诚迎接四海宾朋共同开拓进取。河北和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现已取得 ISO 9001质量、环境、职业健康3体系认证、印刷许可证、欧盟认证等证书，并取得食品级生产资格和危险品包装资质，拥有独立的食品级生产车间和完善的操作流程。公司环评手续齐全，检测手段完善，技术力量雄厚，有完备的进出口贸易资质及服务团队，是省级认证的危险品集装袋出口企业。
品质在于历久弥新。展望未来，河北和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将继续发挥创新优势，全面实施现代企业管理制度，走国际化之路，不断提高公司的现代化水平和综合竞争力，建设高层次、高质量、高水平的现代化企业。